现在不要动哎，因为要跟我一起来变成跳舞机器人。在哪里？
我们还有第二个提示，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二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开关，呜，意思是它是裤子、包包、衣服上面很重要的开关哦。没错，只要有了它，这些东西就可以轻松的打开、关起来，打开、关起来。嗯，它打开、合起来的时候，还会发出叽咕叽咕的声音。这么方便的开关，我们都有答案了。那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，你猜到了吗？巴拉巴拉，哔哩巴拉，猜不到。巴拉巴拉，哔哩巴拉，猜不到。猜不到，猜不到，永远猜不到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说答案是什么？是不是拉链呢？我们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。拉起来会叽咕叽咕，在衣服、裤子、包包上面会发现的凹凸用品就是拉链。哦，他们答对了。失败了，真是叫人伤心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好运还是不来临，这次输得惨兮兮。哎呦，海盗们！是的，船长。接受失败的惩罚吧。小朋友，赶快动一动脑，这么多美丽的小石头可以变成什么可爱的图案呢？加油加油，答案就快要出来喽。没有错，美丽的小石头再加上简单的线条，哇，就变成了跳来跳去的兔子。梦想就超级 happy， 快点快点快来快来一起玩游戏。Hello Hello， 我的名字叫做茉莉。悠悠 V V I P， 心电感应有我陪着你。不管多远，心有灵犀不用说明。悠悠 V V I P， 心电感应发挥超能力。拍拍手，一起创造属于你我的。名字叫做茉莉，悠悠 B B I P， 心电感应有我陪着你。不管多远，心有灵犀不用说明。悠悠 B B I P， 心电感应发挥超能力。拍拍手，一起创造属于你我的回忆。B B I P， 心电感应有我陪着你。不管。Yeah.
刷，心情真是 biang biang biang。 和动物做朋友，来一首模拟漫步。鸭子恰恰恰，肚子跳跳跳，小猫喵喵喵，开心你就一起走。彩虹的约定，因为爱就是我的 family。记得赶快按下订阅键，才能看到更多最精彩的卡通哦！除了